你不是外劳，你怎么会住在这边？我是生小孩了啦，关你屁事啊！唐氏症的检验，还有小 baby 的体重都还不错，不过孕妇必须要专诊。等我把小孩生下来，我们就可以重新开始啦。嫁给爸爸，我生的自己的孩子。 你不被集体挖，好好过过些到底有情有义。每周一到周五晚间10点，我来综合台摇滚保姆。